心的殊荣。接下五星讲座，高雄市长陈其迈首度获得五星市长肯定，成绩创下高雄市长满意度六年来新高。是一种甜蜜的负担。有人就说啊，高雄又老又穷，但是现在不管是台积电，或者是这些重大的这些投资，都到高雄。上任四年来冲冲冲，以演唱会经济打响名号，带动商圈夜市。好久不见的黄色小鸭，十年重返高雄，又掀起一波高潮。还有历经十年施工，轻轨路网终于成员，在观光和交通上满意度都是六都最高。而高雄是一座重工业城市，如何将环境挑战化为转机？尤其像我们的环保，因为我们工厂多，我当市长第一天，我就下令我们所有的局处首长，我们成立经营学院，要把铁锈之都转型，透过招商，让 AI 科技大厂和传统产业形成完整生态系产业链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